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晴雯。我选了 Post Malone 的 Circus，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，为什么他可以把这首歌唱得这么的慵懒？听他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放松，真的很沉醉在他的音乐里面。所以我想要把这种感受，就是在这首歌上面做诠释。但我之前会 I dare you to do，就会有一个断点。好，你肚子稍微再微微缩一下，微微推一点。因为乐团他们就是重音比较多，或是鼓声会比较大声，我的声音就会被盖过。因为我可能发声位置都不对，所以我会觉得我越唱越大声，我自己就是越来越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。歌会有一些很特别的 flow，可能我要去注意。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第二阶段，在这个 live band 的这个任务之前这一个月，我要去给自己的一个目标。咬字咬得很用力，然后非常字正腔圆的在唱的英文，它不能是像是
讲单字这样子，一颗一颗的这样子唱，就是国外没有人唱歌会这样唱的。我觉得音量、表情等等都偏少了，就是比较少一点点细节。以上，谢谢。我这一次没有把，可能我这次没有唱跳，然后或是我这次没有把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强项的东西拿上台，我反而选择我不擅长的英文歌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即便这个也表演就是没有到我想心目中想象的那么完美，或者是结果可能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预期，但我觉得至少我在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是开心的，也收获到很多东西，然后跟很多专业的人一起站在台上，我觉得很荣幸。